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下列哪些状况哈，力对物体呢没有做功？我们看甲，甲选项他说哈，地球啊哈，对这个月球的引力啊哈，使这个月球哈绕地球公转，这个没有做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做圆周运动嘛，它的顺时位移哈，跟力量方向垂直，所以任何时刻都没有做功。所以呢，甲是对的哦，没有做功。这样看乙，乙的话，他说重力使物体哈由高处落下，这个有做功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重力 mg 嘛，跟位移的方向平行嘛，所以这个有做功。他不没有做功的啦，所以这个不要选。啊，再来看看呢，丙。丙的话，他说重力使垂直上抛物体渐慢，这个也有做功啊。哦，就是上抛物体的渐慢的话，因为呢重力也要做护功嘛，所以它动能越来越小，所以这个有做功，而且是做护功，它没有做功的，所以打叉。这样看呢，丁选项啊。丁选项他说，物体在水平面移动时，平面给物体的正向力，这个没有做功啊。为什么？正向力跟位移的方向垂直嘛，所以没有做功，所以丁是对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呢，那就这样子。好，那他这个选项的话呢，应该是甲跟丁啊。甲跟丁的话，应该选哪一项啊？应该选 C， 哦 ，C 的话是甲跟丁的，哦，甲跟丁，所以答案是 C。